我叫板娘小薇，一名幸存者。今天呢，这大迁徙和新春活动的版本同时上线了，想必大家已经都看到了，对吧？这新春活动呢，咱们晚一点再说。这几天为了大迁徙的版本，老娘我是操碎了心啊！本来呢，我是想着今天早上8点就爬起来筹备的，可结果啊，我上游戏的时候都已经10点多了，你敢信？人家琉璃仙境8:48就已经把前面2个阶段筹备完了，你说气不气？哦。不过唯一让老娘我感动的是，平时几乎没人在线的微家军营地，今天在线的小伙伴还是蛮多的，而且筹备任务也不是很复杂，所以我们也是马不停蹄的筹备了起来啊。第一阶段领土开启的任务需要大量的木材和石头，捐是没办法捐的，所以呢，只能把税率拉到最高，然后大家去拿战役点兑换了往营地里运，就是需要花点时间而已。哦。结束之后呢，需要跑到金力平原的火车站做筹集任务，其实也不是很难，交纳800纳米1和200纳米2以及2000新币就可以了，但是一个人只能交一次，所以要保证营地20人同时在线才可以。完成这一步之后呢，就没了，没错啊，就没了，你敢信？后续的任务要等到今晚7点以后统一开启了，你说气不气啊？得，老娘我现在也不想吐槽这个策划师了，晚上直播的时候咱们现场再一起吐槽，你们说怎么样？下面呢，我们就先来看一下这个新春版本的活动吧。首当其冲的肯定还是这新时装了，新春时装一套红色一套金色，对吧？说实话好看是好看，但这价格也他喵挺好看的，你妹的。话说这过年的红包老娘我都还没拿到手呢，就要先预支出去了，你说难受不难受？还是那句话，老娘我其实真心是不想买的呀，但这套时装整体看下来满满的中国风，有点像中国战袍的意思，再加上今天对咱们国服玩家来说又是个非常重要的日子，我想着怎么着也得隆重点才行啊，对吧？所以呢，我这才忍痛下手的。不过这典藏的金色新春时装嘛，我看还是算了吧啊！看到这里面一堆重新上了颜色的旧时装了没？套路就很明显了嘛，对吧？哦，也就这个秋千，老娘我比较感兴趣而已。但我这运气嘛，你们也是知道的。哎，免费的抽一抽，碰碰运气就好，根本不可能抽。我去，秋千，这是我的手抽的，免费抽的，这你妹的！我早上来的路上也没踩到公式啊！哈哈哈哈，欧上天了，你敢信？苍天啊！大地啊，百年难得一见，我这么欧一回啊！哎，好了好了，冷静一下啊，低调低调啊！另外呢，大家关心的摩托车也已经上线了，在来完时就可以免费试驾这辆杜卡迪了。至于获取方式是什么样的呢？啊，老娘我猜想应该是要配方抽取才能获得吧。那么你们认为摩托车的获取是什么样子的呢？可以在评论区中留言，我们一起来猜想一下。本期视频就先到这里啦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。啊，对了。今天晚上6点，记得要来看我的直播哦，不见不散。